防你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以为是你以为是你有脾气啊？你的专访就是每一句话出来都带刀带刺的。我哪有带刀带刺？我是很诚恳的问你说为什么会离婚呢？我们可以讲吃的吗？啊，今天不是有重点食，那不趁热吃，那凉了吃才那边鬼叫鬼叫。OK， 好，但是因为还要有件事要恭喜那个赵哥，因为他有找到他最爱吃的东西，现在就是嫩妹。不是。只有一个小时。因为你现在交了女朋友嘛，我好像比她小20岁还是多少岁？哇！你们在挖什么？还是说干你什么事？那个女生是二十几岁的女生，就是比你们还小哎。哎，没那么小，我那个时候32。32，你几岁？53。那也算吃嫩妹啊！不要这样讲，视力很好，视力很好。不是，不要这样讲。我觉得缘分到了，不管年纪多大多小，哎，古今中外，海内海都有这样的年纪大跟年纪小的啊。对啊，也有年纪大的大姐阿姨跟那个小的那个小鲜肉。对啊，我纯粹是想要祝福你 ，OK？ 我感觉不出来。你是在唱衰快一点吧？没有，我希望你跟那嫩妹可以走下去。少在那边呐、啊，哎！我是真心祝福你，你也不需要好了，对，我要心里，我要开心，因为没办法，以前录你节目啊，都被你那个弄得实在是哦，有很开心，不是开心，被他弄都是挖洞让我跳的，所以我要小心一点。哎，可是我们那么久没见面，你是不是也脾气改很多啊？嗯，改超多的。所以你现在是已经不骂脏话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真的假的？有还是有，比较少了，改变一下不同的录影的方式。你一直骂也没道理了。你说我们熟，我们互骂可以。你说今天跟这些不熟的，你骂人家脏话，没道理了。长得那么可爱。对啊，对。所以你现在已经改变你的录那个人设，改变早就改变超久了。所以无论怎么样羞辱你，你都不会生气哦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脾气好，但我不是没个性。我跟你讲，你少在那边，那么不行的话，我把你丢过去啊，对不对？直接动手哦。那不然呢？你把人家骂到那个人身攻击，我当然就直接下去了。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会离婚了。你先不要嚣张哦，你的婚姻也不好说啊。好，来看看。哎，我们现在你还能撑几年？少在那边装了，我跟你讲，貌合神离的。我也不想唱衰你了，对不对？你双眼皮还是很假啦，隔了那么多年。没有，现在说已经自然很多了。超假的，比王中平好。我怀疑你是不是谷歌？你谷歌对不对？谷歌的屁呀、啊，这他的谷歌，笑死人了。不是谷歌，谷歌什么？